阿生兄你好，啊，你嘛夹一个来用诶，来巧克力诶，把紧啊，这巧克力的用诶。阿叔讲，带一款无好是好，但是身体若无健康，会软脚。哎呦，阿亮你爱注意，我得注意啦。你怎么知道你大哥即马拢改啊？嗯，你即马相片也摕出来了，巧克力我爱你，巧克力复兴的人。够了，哎呦，今天大概没有带照片来了哈，即马美女坐陪边大相片也有啊。无啦，伊相片七月时啊拢发散啊，还无啊？哦，辟邪用的。大家大发财！哇！哎，今天来请今天的特别来宾。好，来欢迎特别来宾。彭丽、孙永慈、倪斌、小可心、脱线阿西。呜，大家好。哇！哎呀，脱线跟阿西对台东来笑。一年啦，一年啦，你成交啊你？哎呦，听讲伊台东有一片土地真大地都对。嘿咩？啊，所以有出来请了脱线兄，恁就爱请阿西阿兄来。阿西阿兄你好。啊，你嘛夹一个来用诶，来巧克力诶，把紧。啊，这巧克力的用诶。阿西讲带一款无好是好，但是身体若无健康会软脚。哎呦，阿亮你爱注意。我得注意啦。你怎么知道你大哥即马拢改啊？嗯。你即马相片也摕出来了，巧克力我爱你。巧克力复兴的人，够了哟！今天大概没有带照片来了哈，这款美女坐陪边大相片也有啊。无啦，伊相片七月时啊拢发散啊，还无啊？哦，辟邪用的。来，今晚我咱这边哈，咱台语歌谣啦，特地介绍我的小师妹新人孙永慈。哦，跟大家亮哥好，雅兰姐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永慈。今天歌唱比赛出来，哎呀，嘛是参加过比赛，有实力的唱将。嘿，但是你敢知影吼？那是伫这个界界吼，要好运，还是讲要红，有一个秘诀，有秘诀啦。嘿，来大家看咱的好运秘籍就知影。好，好运秘籍。哇哦！好运旺旺来，好康滴滴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庭炎，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传说会带给大家好运的，就是呢，你首先你要准备一张红几张红纸条，然后一支毛笔，然后朱砂一钱，然后呢。每天晚上在睡觉以前呢，在这个红纸上用毛笔沾朱砂写上好运旺旺来，然后放在你的枕头下，然后这样连续七天下来呢，把你这七天写的这个好运旺旺来的纸条收到你的皮夹里面，这样子好运就会跟随着你。哇，好棒啊！这是一个小秘诀啦，大家要信不爱信拢会使，要么跟我试看卖，搞不好真的都好运就来了。人家出书一定是有根据的啦，有根据的。嘿，伊讲爱写七张，连续写七天，啊，放在枕头下。但是迄过年有真正人拢在写毛笔的笔，迄毋得足旺的。哎呦，逐工在写呢，我写拢搭伫门口啊，较无可能枕头写啊。咱即摆赶紧来进行，咱来call out旺旺来。哎，快来。阿亮先来甲咱讲一个，考奥旺旺来的规则是啥物？咱三组分做三组，每一组爱卡派一个代表卡电话给你好朋友。是，哦，咱来出一个题目。答对一题就500分。好，你们这一组先来。好，来计时几分钟哦。我们可不可以提示？错误的提示。不可以错误的提示。这个每答对题就多了500分哦，所以你帮他就不好喽。一分钟通的话就可以把电话挂上，好，通了，挂上电话，挂断，好，喂，乐美呀，计时开始，我是可心哈，乐美，那我们先玩一个游戏哈，第一个就是在台北市哦被拆掉的那条街是什么街？哈，那我们去吃，拆掉的那条街，拆掉的那条，而且很热闹，仁爱路啊，啊不是，很多是被拆了，什么都被拆了，对不起，不是拆掉，你说我们去吃那个，吃那个什么蛇。最近在万华有一个叫什么？叫什么街？万华那边有杀蛇的啦，对。哈，要不要放弃？要不要放弃？有杀蛇的地方。我们万华街哦，不是万华那边有差一点点，万对不对？万不对，应该不是华东街吧？东什么？东南？不是华东街，是华北。少一个对面。中间那个可以选择放弃。啊，你要不要放弃？放弃算了。你可以。好，换一题，换一题。啊，第二题是。第二题。啊，那个什么，王宝钏跟什么？薛平贵。哎，对对对，答对了。第三题是啊，
那个我们吃的每天吃那个 cake 啊、那上面很多 butter 是什么 cake 啊，这一题不行了，不能欢迎请欢迎请时间到学到没啊？你们七嘴八舌的，我听谁的？就是嘛，答对一题吧。好，来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换第二组，我打电话给公司的宣传好了。好，他跟你默契很好吗？还不错。好，咱这里游戏有了，请帮我接大象。大象，对。喂，苏大妈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问你一个地方，总统的故乡，总统的故乡是哪里？总统的故乡，对对对，快三只，答对了。第二题，很帅的，很帅的政治人物，会慢跑的，马英九，对，好厉害。第三题，很有水分的水果，对，然后咳嗽不能吃，热的，淋边拿边也边散，拿边也边散，像水龙头那一种的，就是人家是常识，形容那个岁月叔叔的鼻子像什么？莲雾，答对了。第四题，然后我喜欢吃的那种麻辣，我会做的那道菜有没有？麻辣豆腐。少个字，少个字，麻辣臭豆腐，对，答对，算对了，算对了，再来。然后我的电视看电视的时候要用一个什么东西？遥控器，答对，好厉害啊，抢手。然后你知道有人比如说发生车祸啊，然后在高速公路，要请和尚去做什么事？念法字，做什么事？做什么事？第七题，第七时间到，第七题时间到，好厉害哦！谢谢，答对了五题，做什么事就不行了。脱先跟阿仙爷来，哇哈，这。有人在吗？喂，阿弟哦，嘿，好来，我伫电视吼，你录音，我怎啊讲一个物件，互你摇吼，来计时开始，意大利的，第二题，稍等啦，来，好，给你，先讲啊，演员上楼的啥？查某的，查某，演员上楼的哦，嘿，拍广告，查某，阿碧波，对，过来，第三题，过金华店啊，请问这歌叫啥？对，第四题，过金华你卖遐啊？伊就第四题啊，答对了。第四题哦，我定去捡羊仔食迄啥物买啊？木草。哦，唔是啦，还佫吃。人讲啥物话好？甘蔗类。会使。第五题。嘿，问较困难嘞。囡仔伫做啦，囡仔伫做就是。囡仔伫做啊。奶嘴。啊，有什么奶嘴？哎，对啦，最后十秒钟，哎，对啦，会开啦，没放弃不？放弃不？来，囡仔在数诶，在数诶，给你放弃后一题啦。尿布，好，尿布哦，对，连洗尿布马上丢了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总共答对了四题，哎，来，稍等，来继续收看我的好运旺旺来，大家大发财，哇！